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5月13日同韩国外长赵对烈在北京举行会谈。这是赵对烈于今年年初上任后首次访华，也是韩国外长时隔6年半再次访问北京。受访学者认为，中韩外长此番面对面交流，就各自关注的议题阐述基本立场，有助于双方坚定互利合作目标，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展。这次会谈还是建设性的，涉及的议题呢也比较广泛，双方也都表达了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的这样意愿，可以说是充分的释放善意，也力图化解矛盾，避免冲突，对于这个中韩关系重回稳定发展的这个轨道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次中韩外长会谈期间，合作二字成为了关键词。王毅指出，中韩交流合作相互成就，实现共同发展，并表示双方应深化互利合作。此外，据多家韩媒报道，赵对烈在开场白中至少7次谈到合作。他表示，韩方愿同中方尽可能地避免地缘政治因素制约，共同开启韩中合作新局面。王毅外长提到了中韩是近邻，应当常来常往，但是目前也确实提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们一直是说中韩的经贸往来、经济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但是在近段时间以来，个别国家的一个小院高墙，实际上它是对中韩的经济经贸往来受到了一定影响。这一次赵对烈外长访华，他的第一站也是与韩国的韩企进行了一个座谈会。其实韩国的工商界、韩国的企业是非常期望能够和中国有一个良性的互动的。在韩国前段时间所谓的一种就是韩中经贸关系从互补转向竞争的这样一个论调，明显是从一种政治角度来思考经济问题。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无论是对于韩国的舆论，还是韩国的民众，甚至韩国的企业，都带来一个巨大的担忧。赵对烈他也曾在韩媒提到，希望此次访问成为韩中关系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样的一个表态，应该来讲为下一步中韩关系的发展定下了一定的基调。在聚焦深化经贸合作的同时，中韩外长会谈期间也着眼于扩大人文交流的讨论。专家认为，尽管两国人文交流受到外部因素干扰，但中韩坚持睦邻友好方向，既体现人民意愿，更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中韩的人文交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旅客访问张家界的一个热潮，中国旅韩大熊猫福宝回国时候也看到了许多韩国民众，甚至是表示说我要去中国去看福宝，许多的韩国民众希望去重启人文交流的这样一个强大的意愿，这也成为了促使韩国政府去一定程度上改变对华认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次两个国家的这个外长也特别提到密切人文社会交流，特别还提到这种青少年的这种交流，年轻人的这种交流，为未来的两国关系注入这种新的活力，奠定双边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此次会谈中，中韩外长就中日韩合作、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受访学者表示，中韩关系增进互信，聚焦合作，将对东北亚地区乃至更大范围产生积极影响。这一次的这个会谈能够对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这个重启起到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能够对这个会议进行一些更细节的安排达成中韩方面的一些共识，对于推动这个区域合作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作用的。中日韩无论是从一个经济体量，还在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经济发展速度来看，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推动全世界经济复苏甚至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近期呢，朝鲜半岛的一个局势其实也是在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我们通过不断的以谈促和、以谈促稳，我觉得这个是能够推动东亚地区乃至是尤其朝鲜半岛局势它能够趋向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